鄉親繼續來看這個美國國務卿的處卿柯拉克，昨晚也來到台灣了，早起九點在他所住的萬豪酒店展開台灣跟美國經貿對話會前會。行政院副院長、外交部長、經濟部長跟財政部長都在早起八點外提早到場，並沒有回應媒體任何的問題。美国国务院次卿来台就下榻在我背后的万豪酒店，而关于台美经贸主题的前期对话也在这里举行。一早八点外，万豪酒店门口真热烈。今天会谈什么？会公开吗？有外交部长吴钊燮、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、财政部长苏建荣、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峰，小说来到万豪酒店。经济部长王美花是为酒店车道未来到会场。每一个重要首长来到这，都是要来见美国国务院处卿柯拉克，因要谈台美经贸前期对话。啊，中道是外美方一边要请台美重要供应链业者和工商团体代表吃饭。英文更好的人去啊，我是应该是不会参加。虽然有工商界大佬讲未参加，啊，那台积电、联发科好笑，嘛唔知影影响来。不过根据了解，是 AIT 主动给邀请。为了保护业者，名单未公开，最后拢是以科技业为主，也显示美方对科技供应链的重视。